今天去我家，对我家还满意吗？嗯。对我爸妈了。嗯。那什么时候带我去见见你爸妈？啊？怎么了？嗯，好。那走吧，来吧。那个，我觉得我们不太合适。不合适？为什么呀？不好意思啊。不是你。妈。你干嘛呀你啊？你干嘛？这位是？这是我妈。介绍一下阿姨你好。哎呀，我认识了。你们这是在一起了吗？对啊，阿姨，我刚带瑶见过我爸妈了，我爸妈都特别喜欢她。那这车是你的？对啊，怎么了？哎呦，瑶瑶，咱们家是什么条件？人家这是什么条件？你这孩子，咱哪能高攀得起呀？不是阿姨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跟瑶瑶在一起又不是为了别的。对不对？况且我爸妈也非常喜欢她，我也觉得瑶瑶是一个非常懂事、非常孝顺、非常贴心的女孩啊，对吧？你刚说那个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？我不在乎这些的，只要我们俩在一起幸福就可以了。哎，哎，你这鞋套都开了。哎呦，没事，我自己来。我记得，没事。你这应该也快下班了吧？马上下班了。那我送你们吧，正好送你们一块就回家了。那我把这衣服脱了。不用阿姨，你脱衣服干嘛呀？我这都干了一天的活，这衣服多脏呀，把这车要弄脏了可不好。没事儿，这天这么冷。没事，你穿着吧。再说了，劳动人民最光了。走吧。哎，开车。孩子，渐渐的忘记，忘记了时间，我只要沿着记忆的路线到最深处。